我知道你很喜欢吃脆皮猪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脆皮猪一定好。人家每次讲美食都讲外酥内软，外酥内软，好像听起来是老梗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人世间好吃的东西，真的就是要外酥内软。脆皮猪好，一定比较酥脆，肉有那个嚼劲。脆皮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展示的方法，切下去有咔。可以吧？有，就是疗愈感哎、欸。那等下也没关系，不好吃就直接喷。我们是真实性的。对，我懂。我跟你讲啦，我吃东西是这样啦，因为哦、喔，我不会演，我那个表情掩饰不了啦。好吃就好吃，难吃就难吃啊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那、这个也是你自创品牌。我跟你讲，再搞点脆皮猪买药子。哦，哎，好疼啊，好疼啊！因为上次我热炒店也有拿业配过，我本来想说我们要推皮猪给他那样，因为我后来也蛮常吃的。嗯，但是我必须要肯定你，你有说出不同的味道出来哦，有孜然的味道，对不对？是，我有加孜然。孜然加推皮猪哈，更出新滋味了。真的哈、哦。嗯，看你推皮猪要怎么卖。中大条、嗯，你想卖多少？啊、没关系啦，我就说吉祥数六嘛，600嘛，那600也没那么吉祥。五八八，可以，五八八，那个五八八可以，五八八，所以你觉得好吃吗？我觉得很好吃啊，好吃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吃，不要肥哦，确定哦，确定好吃。好，我第一次碰到有人自己的东西，然后一直要逼我讲难吃，没有，我跟你讲。